玉里镇三民社区发展协会参加花莲水保局农村再生培训课程，在理事长罗荣广的率领之下，特别来到了台东池上乡的万安村进行参访，希望借由实地走访来了解万安村农村再生的现况和运作的模式。三民社区发展协会从104年开始，在前任理事长陈柳泉、理事蔡富贵的大力推动，以及瑞穗乡公所纪要秘书吴新文的热心协助之下，农村再生培根计划的培训班，终于在105年完成第一个阶段关怀班的课程。第三阶段进阶班的课程，在新任理事长罗荣广接续推动之下，已经开始上课，并且邀请吴新文担任首堂讲师。哇，风好大，还不错哈、哦！今天天气哈、哦、非常好啊、哦，来到这边每个人都哈、哦、收获良多啊，对啊，希望带回去把这边的经验传承下，带回去啊，造社稷。农村再生培训课程是由罗荣广理事、蔡富贵理事带队到池上乡万安村来参访，借由实地走访了解农村再生的现况跟运作模式。